好，就是就是打档的日治时代，就是那个是走走走，你把这边说过了，你不要踩。哦，这个就是那个叫什么？这是跟那个日本人打，义勇军，阿蒂古，打日本人，结果我们中国就赢了嘛，清朝输了，然后我们就进入。但是有你看，日本欺负我们，还有人还要认日本当老爸。不行，那只能一个一个按。好了。